大家好，时尚资讯给你一面镜子，欣赏美再变成自己的美。时尚圈的穿衣打扮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也有很多很值得看的地方和借鉴的地方。所谓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，你的美可不能撞衫中。如今的机场街拍摄越来越夸张了，感觉女明星们不化的浓妆，精心挑选两件合适的衣服，再带上专业的灯光摄影团队，都不好意思出现在机场了。汤唯1979年出生于浙江杭州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。2007年出演剧情片《色戒》中王家之一角，被大众熟知，并凭该片夺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。汤唯素颜机生，拼接条纹上衣、深色牛仔裤装、黑色帽子，整体造型通透自然，气色也不错，一点都不像38岁的人。穿着打扮十分朴素，一身条纹上衣搭配了一条牛仔的阔腿裤，全素颜出镜，皮肤还是那么白皙透亮。汤唯时尚与优雅穿搭气质，嫁到韩国后愈发美丽迷人。她气质出众，具有独特的魅力，被韩国民众称赞为拥有天然五官的气质美人。兼具人气与演技的她，表演沉着内敛，收放自如，赋予角色生命力，给人的感觉清爽阳光，充满朝气，让人见了会眼前一亮。嫁到韩国后穿搭越来越美了，活动现场汤唯与外国友人合照，甜美的微笑迷倒众人。这么美丽汤唯还这么有礼貌，气质非凡的仙女